今天要分享的是转蛋熊妈记立体公仔第二弹，这是它的纸卡，总计四款。第一个是粉红色，不对，这是红色。红色转蛋内容是，哒哒，是熊妈记在超市上班的造型。再来是蓝色，蓝色造型，这应该是他去，这算什么？捐金之家拿的金翼造型，对，应该是那一幕吧，没有错。然后一样，这些页都有附那个底部的底座。然后再来是黄色，黄色则是他穿西装高歌的造型。再来是绿色，绿色则是穿西装，这应该是在模仿律师的那一个造型。总计四款，有兴趣的人可以考虑。